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 OK 先慢，我的位是神武幻想。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往横云岭调查，然后这边有两个攀爬的地方，拐弯处。我们先爬这个好了，没东西吧？好强烈的杀伐之气！此人是谁？怎么会一个人站在这里？他一直盯着我手上的指环，看来是想强抢了。这个人身上的气息好危险，大胡子，快来保护小飞星啊！守护。必须阻止。得罪了，谢谢来帮失礼了，请多指教。得罪了。傲寒，小飞星，快走！方才是宗伯的声音。傲寒，我风鸣军追击了三代的凶手。今日我就算拼上性命，也要与你一搏。不要啊，小飞星，不可以伤害山神爷爷。
神？西域，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傲痕怎么可能是山神？你让开！我不让。山神爷爷从小飞星出生前就守护着这座山和小飞星的村子，而且他还那么疼爱小飞星，你绝不能这么做。小雨儿，你过来。山神爷爷。小飞星，老头子已经老了，保护不了你们了。老头子知道你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村居住，你就砍下我的头颅拿去给你阿父吧。你完成了村里最大的一件事，你阿父肯定会让你回去，大家也会对你改观，这是老头子可以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逍遥一宗伯之声迷惑我。小飞星，不可能，祖公有训，傲恨为食人恶兽，穷毕生之力必除之。阿福常言，傲恨不除，誓不回都。你不可能是宗伯，不可能。你现在若下不了手，可以回村教场大家，老头子会在你屋里耗着，哪儿也不去。我和村人每日祈求的山神是傲痕，这么多年村子的平安顺遂也是因为他。傲痕怎么可能会是宗伯？我不信，绝不相信。小飞星，你的心中可有了决定？西域，诸位神灵，能否先协助我将这几人押回村中柴房？小飞星，你要回村？那山神爷爷，心雨知道了，我们会帮小飞星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希望没到看到我影片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下方的连结按个赞，也记得把右下角的红色小框框把铃铛给打开，以震动随时的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的哦，谢谢，拜拜。